所有好朋友来到台股获利任意门，现场为您邀请到永诚国际投顾林建宏分析师，欢迎建宏老师。你好，所有听众朋友、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好开心，好开心。建宏老师，你好厉害哦，好说好说，真的，各位。不是我在夸张哦，建宏老师分享的四大长多，不论是 AI、储能、重电、军工、电动车，这四大主轴呢，无非就是现在台股的这个主流跟重心。但重点是什么呢？老师，今天联发科再创历史新高，我这分贝不能压太高，不然会吵到大家。但是这重点真的是太开心了，因为老师有说，用对方法，就连大牛都会跳舞。当初老师分享说，四月底联发科说，哇，千元以下这样子的黄金进场，这样子的买点，各位你们要把握，你们要知道它是宝啊！殊不知老师这一趴后来上来45%获利耶，是45%获利，也包含什么呢？我们的信锦现在再创历史新高，高点来到123，这一波获利也是来到55%了。更正，不是历史新高，是波段高。波段高，好，创了波段高，高点来到123。但重点就是什么呢？老师，今天是6月18日了，哇，这个已经六月中了，所以放眼望去，所有的法人，所有人投资理财人都是蓄势待。每个都是摩拳擦掌，因为 Q2 的做账又要来了，所以老师接下来他们会持续认养什么样的股票，会是因为抢绩效的关系，接下来该锁定什么样的标的呢？听说你要出新菜了。是的，没错，是的，我们欢迎建宏老师。好的，哦，各位投资朋友观众朋友，这个四大长多，我相信来东森也半个月了，更不用说，沿路 follow 建宏我的，你先前都认识我的，这所谓的电动车、纯重电、AI、军工，就用说这个斑驳的图卡，我真正已经讲了两个年头。那这过去的两年，我相信一再的验证，无论是电动车，无论是纯重电，无论是 AI， 或是军工，它就是台股的核心灵魂跟主轴，包含现在的 ING 依旧是如此。所以我说，建宏说任何事情，尤其是操作股票，用对方法，用对工具。当建宏两年前就已经分享这四大长度的论点给你，我说我方向给你的，方向给你的，那无非这四大长度族群当中的个股，对，就是你要掌握的。而怎么掌握呢？我说方向给你的，那个股就跟着建宏一起来。我说方法真的真的非常的重要，我相信一再验证到了。而这个台股获利任意门的节目，就用沿路标榜真实操作、公开验证的这个所谓的黄金进场点，哇，实不实用啊？超实用，超重要，一再的实用了。对啊，我只伴随了一个中心思想，也是我沿路每天每天在提醒大家的：操作股票，你就是不要去追加追高，滴滴的是长多的个股，真金白银啊！你要敢买，真的不要嫌它脏哦。如果用对这个黄金进场点买法的做法，你真的不需要乘风破浪，都等到大涨然后才去追加追高，真的不需要这样子。那这个黄金进场点，就是建宏一再阐述的多头形态，你掌握它的形态，它绝对不是 A 点到 B 点45度的直线，它绝对就是健康的走势，跟人爬山一样，爬了一段休息完之后换手完再会攻高过高。而你要掌握的方向，我说四大长多给你的个股，你就是跟着建宏一起滴滴的买在底部最好，要不然掌握股票多头的惯性，掌握每一波整理修正完，准备在发动创高前的最佳买点，这就是黄金进场点。好，我相信这样子一个四大主轴方向，好，依旧是台股的核心，验证了两年。个股黄金进场点，我说要怎么买，你可以跟我买了滴滴的，坐享鱼肉最肥美的地方，我说住在交上台就是这样的感觉。那过去也验证太多，就以近期来说，是啊，不论是今年以来2024年的一个所谓的高利的年初的翻倍，为什么会有高利？我相信长期发了应该知道，说这就是我的飞龙在天二号。对，当我1月22、23号，也就是说今年旧历年前的时候，我来邀请大家，我说去年啊，我有一档十倍翻的华晨代表作，对，你没有跟上没有关系啊，你认识我太晚了。当然是我说对的方法是可以复制的，所以在今年年初的时候，我给大家高利，邀请大家来当下215的均价，沿路到4月30号433，几乎就是这一波高利前波的一个高点。是啊，我们第一档今年2024年翻倍赚的一档股票诞生了。对，
哦，在上半年四月底，大概不到三个月的时间，是的，也包含信景，是，对不对？79.5，这我沿路这样子一直分享操作，真实的公开操作，会员的对话记录、明细等等，今天依旧在创高，是，哦，我们的信景，对不对？当我们录影的当下1582，对，现在时间是12:25，今天早盘的信景是不是再一次的顶过前高120块？是的，对不对？来到123块钱。而我们进场布局的点位一波上来79.5了，这一波我们的获利持续创高，持续创高来到了55%，是、哦、真的不要俩股招比啦、哦、真的也不要觉得说罗马是速成的，罗马它可以在那边，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、哦、只要方向对，我说四大长多用对我的黄金进场点，你说信景你会嫌它久吗？可能当下论你会觉得说啊怎么不太动，但是就像说这档股票会涨，我看好的标的它就是会涨，你就跟着我滴滴的买、嗯、那一波再上来55%不好吗？100万就是55万、欸、100万就是55万，很舒服、欸、而且我说买的够低啊、嗯、你不要追价追高，你只要跟着林建宏来掌握个股的黄金进场点，上去作用余度最爽的，对，坐在加上让人家抬，我说大家都很喜欢这样讲，我一再的验证，用对的方法一再验证、公开验证给你看，而且买的够低，是不是你也不用怕风吹草动？没错，因为你已经赚在那边了，你有底气了，你根本不怕挣不怕套嘛、嗯，对不对？也包含我们的易发，对，之前的 CLAB， 对不对？所谓的一个可丽饼，邀请大家也是72.5到101，四个交易日，几乎那一天连续涨4天，几乎都是快攻涨停，39%，短线上的。也包含星星170块，170块以下的买点，包含耀华，我们已经获利一趟的26.9，对，27.3，均价27到前波11.55，一波上来也是50%、哦。也包含 TVC 1522，我说斗大的篇幅，4月23号48块，你是我的会员，你可以买在48块的 TVC， 真幸福，掌握这一波的黄金进场点、嗯，对不对？沿路上来是也是来到了50%，对，更何况今天的联发科。我说大牛啊也会跳舞，但是你要用对方法。没错，当四月底的时候、我在说啊，当下大家都觉得说哇扑朔迷离，老师股票好难做啊，大盘跌个股跌，当下要锁定什么样的标的？四月底当下我连续讲了好几天、公开点名找那个先整理完成的，一再一再预告联发科三米、呼之欲出，连续讲了好几天千元以下的一个买点，这不就是这一波的黄金进场点？既然联发科是多头，是我所说的多头形态的个股，我说就是一山比一山高、每当底部上来涨了一波，我说买了够低的要卖随便它，爬山爬累的、要休息嘛，但是多头形态整理完之后你要会找买点，对，就是本波的黄金进场点，四月底千元以下的联发科是不是再次创高？上礼拜1400块钱我说创历史新高、已经来到了40%了，对，今天你不要小看这5块钱啊，这别具意义啊，1405块钱啊，再创历史新高，更何况我们买在什么地方？千元以下，这样上来5块的效益呢？45%，这是用对方法啊！大家来股票市场上不是用股票市场当中不是庸庸碌碌啊，不是一起去追一些已经大涨上去的股票，你是要跟着建宏一样用对方法，这个才是你来股票当中，股票市场当中，想要的东西的也是真谛，用对方法，这个才是你创造另外一桶金的最想方式。所以黄金进场点四大族群方向重不重要？超重要，对不对？我刚刚那个给你看啦，信景啊，实打实的79.5的一个信景、今天再创高，来到123%，55%，扎扎实实的，对不对？也包括联发科，千元以下，我说滴滴的要敢买，对，不敢买不知道怎么买，跟着建宏一起来，老师带着你买，我让你沾着泥土，让你觉得嫌脏的，我拿起来抛一抛，洗一洗，我们一起放在修润上面，我们卖贵市场10倍，好、哦，市场上的人依旧买单了，该赚的你就跟建宏先赚起来，对，对不对？那以上的个股，就是全部都是黄金进场点啊，所有的产物，对、啊，真的不难啊，这就是建宏一直讲一直讲，来到这边也半个月了，每天都讲一样的内容。啊、你看股票就沿路一直上去，你管它大盘怎么震、但用对公式用对方法它就是一直赚钱、对啊，干我们什么事？干我们会员什么事、啊嗯、是不是？我很喜欢讲说马照跑舞照跳啊，但是你要用对方法、这个不是买的安心赚的开心，对不对？
也包含什么呢？我们的 TVC 是啊，这个也是啊，刚才讲啦，48块的啊、嗯，到今天我现在录影当中，它还在顶顶顶哎，还在顶顶顶哎，是啊，现在目前小涨个1.47%，我们买在什么地方？48元啊、哦，阿斯本波的黄金这样子，是，那我说多头形态股票13比13高，有错吗？还没有哎、欸。嗯，那是要掌握每一波转折换手的黄金讲点，4月23的48块，前波创高685，压回整理再创高71块，现在还在顶，这一波上来又是一个扎扎实实的，扎扎实实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啊，50%又入袋了，又是50%，几百万多少万又入袋了，很简单的数学啊，我跟着你好开心哦。啊，这样子个股每天每天在讲，每天每天公开验证，有哪一档是作假，有哪一天是哪一档是哎今天涨什么，然后天上掉下来，是，并没有啊，你有定数，主角对，做股票有定数，我说的是四大长多 ，AI、电动车、储能、重电、军工，方向给你，个股就交给我来，是，你就可以跟我一样买在，跟我的会员一样买在滴滴的。你就去做你的事情啊，很开心啊、嗯、你要忙什么你就去忙啊，你的钱还会滚钱呢，对啊，你每天回去只要看你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持有的清单 list， 你每天看到哇，謝謝你的获利越来越多越来越多，谢谢建宏老师啊，不就很开心吗？对啊，啊假日你就规划我赚钱今天要去吃什么，要去住什么，哇，要去玩什么、嗯、甚至资金大一点的啊，选车旧我换一台最新的，我们羡煞所有人，这就是投资理财的真谛，这个才是投资啊，对，我一再强调股市是投资不是投机、嗯、不是投机，而且况且我说你东吹东追西套，东追西套或许有点天头让你尝啊，但是 3%5% 那不是我想要的，好，况且你每次都还要冲对边呢，对，我要的就是一波最肥的，稳健的赚大钱啊、哦，这个也是你最需要的啦。嗯、我讲实在的，不是心惊胆战的那种。也包含这个，是不是？耀华第一波获利，我卖的对不对？我买的对不对？不只会买，会卖才是真功夫啊。26.9，嗯，27.3加嘛。你来看2367的耀华，我们买在什么地方？是不是黄金亮点？啊，这一波上来，哦、我很诚实告诉大家，我不是11.55的地方卖掉、啊，我在厉害啦。但那一天11.2。卖得轻松愉快，对，一波上来50%啊！卖完之后呢，它来强势横盘啦，修正，对，我卖掉之后，现在整理，现在股价是多少？3536，那是会卖才是真功夫，不是会买啊！啊，这一波也是50%啦，100万又是500000啦，哇！一档一档陆续的推陈出新，推陈出新，没错，对，我就说我不打妄言，我是实打实的操作，那这些个股无非不就环绕我四大长多，没错，对不对？啊，不是 AI 啊，就是储能重电啊，不然就是电动车啊，不然就是军工，嗯，对不对？那既然电动车、储能重电、军工 AI 它是主轴，都讲了两个年头了，嗯、也一一的在验证，对不对？把在这1788里面加进去的，还不是会员的，懂的知道它的好。我每天8点的 Line 首页都会先人指路，嗯、没错。好、哦，有些人可能看了买也很开心啦，好、哦，但是你看了买过程当中。哦、或许有点漏血可以吃，但是什么时候该卖，什么时候是黄金进场点，我相信你，如果你是要捞大的、哦、这个才是你想要的，对啊，这个才是你想要的，所以、嗯、黄金进场点的产物如同侧标，如同我的侧标、嗯、一般的一档一档在实现，好、哦、对不对，在那边贴在那边公开验证给大家看，好像一张符咒贴上去，你天天看来看去就是这些啊，你不要误会啊，偶尔看的不要觉得是重播啊、嗯、不是啊，那只是我用对方法一直在验证，對，事先预告你就看股价一直涨上去、嗯、对不对，而且不是涨什么讲什么跌什么然后就不讲，那个没有意义啊、嗯、都是始终如一的、那个真的没有意义啊， 对， 對，那真的没有意义啊、嗯、那个我就不好说啦，我相信市场上现在什么样的分析师都有，但是、哦、我相信认证见证了好长一段时间啊、嗯，终究你会得到真谛，是谁是实打实的，谁可以带你用对方法赚到 钱，对，这个才是重点，没错。OK， 那持续拉回来到现在了，嗯哦、大家现在 focus 已经聚焦在什么地方？你会发现林建宏不太送资料，几乎是 zero。我为什么要送资料？我可以带给你那么好的绩效，我可以带我的会员这样子档档大赚50%翻倍的赚，嗯，我何需要送资料？我都公开给你验证看呢、啊，而且是实打实的操作，甚至我也不太推活动。对，哦、真的，因为验证得到、哦，自然会有人愿意来跟你操作。嗯、而给你的就是满满丰硕的一个获利。对，好、哦，但是时间点到现在，
大家一定 focus 我说，现在是六月啊，六、月什么时候？第二季的最后一个月， Q2, 没错，也是上半年的最后一个月。哦，法人外资投信在忙什么？好像我最近朋友大家都很紧张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放眼过去到第二季季底剩大概两个礼拜左右的十天交易日，大概十个交易日啊。现在所有的外资投信法人的操盘人经理人现在在忙什么？要做账啊，忙抢绩效。对啊，对不对？要交成绩单了，要交成绩单了。所以这个时机点往往无论是短线上，哦，你最好有最好啦，去趁他们的力道，趁这个买盘筹码是短线上有一波短线上丰硕获利的时机点，哦，所以今天第二季到这个时间点到底有什么样的个股，哦，法人会买推新菜了，甚至有什么样的个股，法人会认养，你要懂得这 keyword 哦。所谓法人会买是短线上到所谓的季底到这个月 底,、月底短线上的话它会拉抬的标的抢绩效嘛，所谓的认养它是不仅限于在第二季，它会持续加码，就是一波老大的，这样子的个股在这个时间点上面，对啊，操盘人经理人都在忙了，我们怎么可以置身于度外呢？是啊，对不对？那什么样的标的，我相信我验证太多了，好，我的四大长多它就是核心，它就是主流，我相信法人外资投信也认同，是点头如捣蒜，因为过去验证太多了，所以第二季季底前短线上法人买什么，甚至我说长期认养股票认养什么，AI 除能重电车用军工就是电动车啦，依旧是核心主轴，没错，什么样的个股就已经帮你准备好，如果你短线上到季底说我白做下等不想做那么长，至少未来这一个礼拜，哦，打个快钱是，哦，稍微蹭一下法人的一个筹码，哦，让你获利一波，哎，这个获利也算不错。是，那哪些个股，哦，跟金融一样实打实的，是持续做认养的，滴滴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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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未来就是吃得好开心，一波像去年华晨十倍数翻，啊，这样子一个模式，我相信在这个时机点才是大家最想要的。没错，而且现在到季底是半个月的时间，要一样领先市场的眼光，加赖小老鼠 JJ 1788，可以掌握现在，分析未来，跟着建宏老师，你手上的持股，你手上的目前的状况，老师都可以帮大家做解决。但重点是呢，小老鼠 JJ 1788，各位不要错过了，记得加赖哦，然后对话框里面留下加一以及您的联络方式哦。想跟着永诚国际投顾林建宏分析师股票买在黄金进场点，掌握获利引爆点，享受获利满点，现在就进入台股获利任意门，直接扫描 QR Code 加入 Light 粉丝团，以及订阅林建宏分析师 YouTube 个人影音频道，记得订阅按赞打开小铃铛。各位加赖了没？小老鼠 JJ 1788，小老鼠 JJ 1788，现在哦，我觉得算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重要时刻，因为呢 ，Q2 第二季，接下来法人要做账，那究竟呢，接下来哦，离季底还有半个月时间，法人究竟会拉抬哪些股票，或者是他会持续认养？也是一波大的，到底是哪些个股、哪些标的呢？哇，建宏老师，我跟会员朋友一样好期待哦。所以各位先加LINE，让建宏老师呢带着大家分析现在，掌握未来。老师，我好期待接下来的发展哎。是的，没错，第二季啊，我的 keyword 哦，无论是你要做短的，到这个月底，法人、外资、投信会拉什么股票？短线上你趁筹码可以先赚一段，甚至如果你是要来捞大的，我说后续什么股票会持续被认养，五成一倍翻倍数翻数倍都是这样子来的，这个第二季法人做账跟认养股 AI 纯重电军工车用就是我这四大长多，无非就是环绕在这个圈圈里面，什么样的股票拉什么认养什么我准备好了，@JJ 1788，如果想跟上的加进去，留下你的联络方式跟我做一个联络，没错。好的，那五到十年的长多我都已经讲了两个年头了，无论是电动车、储能重电、军工以及 AI， 对不对？当我上周再一次点名储能重电，请问大家我的重电四君子啊
各位还有印象吧？过去这几天，包含今天，不就是依旧是盘中的焦点吗？我们录影的当下，对不对？哇，今天试电，试卷是不是？对，包含1514的亚力，对不对？嗯，也包含我们去年十倍翻了，我是多了我就不要的华城，3%多，也包含1513中兴电，嗯，好、哦，持续。做一个表态的动作，一直在放电，一直在放电，对不对？对，那这个方向就是我的四大长度，不是吗？对啊，储能重电，对对，啊，储能重电，我说去年年初1月6号在三立分享的，我说你够了解，对产业够清楚的，中兴电跟华城，就给你这两档吧，70、52，对不对？中兴电过程到221三倍翻，华城去年十波十倍。52到500出掌握到了，你后续说要工签员啊，他家的事，反正最核心的，我有赚到就好了。那趋势是不是对的？没错，股价持续还在说话，所以这个我在一年半前就已经跟大家分享了相关利基。嗯，好，基本上的话，当初点中兴电、华城，一年半前啊，无论是中兴电，我说 GIS 高门到七垄断市场，市占高达85%，对不对？包含后续七股花莲的。卖电的，我说这一块也挹注它的 EPS，不是一一的在实现了。好，中兴电也包含华城，我说345、161kV，好，这个是馈电线变压系统，哦，也是啊。当初我就说它占所有的营收比重75%，甚至切入所谓我说替代新能源啊，好，风力发电的一个所谓哦，风机的所谓这个叶片的后面的一个机组的一个相关的研发，甚至我说华城它有一个额外的开外挂。啊，电动车相关充电桩下面有一个华城电能，对不对？现在目前市占应该还是最大，台湾最大的啦。嗯，哦，设备安装管理就是一条边啊，所以因为这样子一年半前的分享，这样的先人指路，我说股票在买未来，产业在买未来，为什么中兴电可以翻了3倍？对，华城甚至翻了20倍，所以是好东西，大家一定要掌握。你看一年半前的再生能源，这最近大家一直给大家看。这个确实是我一年半在三立当下的时候分享的、啊。我说，当我告诉你说跟世界接轨，政府政策做多，当下的台湾的再生能源，无论是太阳能、水力、风力等等，啊，占整体电力发电的比重不到5%的当下，我说未来政策方向世界接轨，至少2025到20%。是，我说这个四倍翻。当我在讲四倍翻，当我告诉你四倍翻的当下，你眼睛一定是要为之一亮的，对不对？也包含后续啊，对不对？第一波去年没跟上的，我说 ICRT 11月1号、哦，很多现在看东森应该也都是 ICRT 过来的听众朋友跟观众朋友啦。嗯，当11月23号我说纯重电再次开趴的时候，只因为11月23号我公开的跟大家讲说，中兴电当下率先站上季线，去年的这个位置，对，对不对？你自己看11月23，哇，什么样的点位？在这个地方，站上均线位置。我说，当族群个股既然它是长多，有一个领头羊点火，后续就是群魔乱舞，一棒接一棒，也就是这样子啊。从10月23开始到12月初，四君子、中兴电、亚力、华城四电，到12月初的一个所谓涨幅，不是个30%就是一个40%，更不用说到今年10月12号为止，中兴电我们98.5的，对，后来上 ICRT 的这一波到212。还不是前高，前高是221哦，一个翻倍，115%。亚力55块到168，205，3倍哦。包含中华东洋，因为过程当中我说四大厂都轮涨轮动，我的电动车，我的 AM aftermarket 也都有70%以上的获利。这个就是用对方法所带来的产物啊。没错。那你说除了中电，我再一次点名，你自己看前一波，亚、力。当四月初的时候，亚力到184，4月15号，4月8号。我说高科技时代，回溯我的 YT 订阅起来重不重要？超重要，重要，对，你自己去看啦、啊。所以八号再次点名，棒棒棒棒，那一周连续4根涨停啊。我说放烟火，是不是？沿路涨55，去年11月23到184，一波上来235%。啊、哦，我说是真金白银啊、产业趋势方向对啊，你真的不要嫌它慢呐、啊。如果一张股票可以让你50%翻倍。3个月、4个月的时间，你要不要？要，我一定要。要，我怎么不要？我要，我一定超要的、啊，100万就是50万呐、啊。对啊，
一百万就是两百万啊，都是净赚的，要不要？肯定要的啊。所以不要抓龟走鳖，抓龟走鳖，东追西追，尤其是追那个强的，对，然后犯了我的大忌，那当然做股票很辛苦啊，因为方法不对嘛。那当184哦，那礼拜四月八号连续四根涨停点名之后，184之后，一样的逻辑论点啊，什么样的逻辑论点？除了物追加追高，我是跟大家讲说，无论大盘个股创高大涨后，会有惯性压回。所以 ZZ188 当我们验证连续四根那一波之后，我是更进一步的，在4月18强调了这一块，我还框起来，我说可以跟我买在滴滴的，至少这一波啊，那你为什么要去追高？尤其是在本波还没有修正过的高点，我已经在预告咯，因为我说创高大涨后会有惯性压回啊，果不其然1514亚力，你来看看，不就是在这一波吗？我圈起来的地方在什么地方？四月八号，是不是？老师点名，是在这个地方。对，然后沿路就飙，沿路修正在105.5，不就是吗？对时对价对号，一模模一样样。对对对。那我是帮你赚到了这一段，用对方法也避开了这一段。那当多头股票上去下来之后，整理完毕之后，当上周我再点名，所以出现重点，是不是又是一个绝佳的黄金进场点？因为120块的亚力你可以拥有。到今天为止，是不是持续在顶波段高啊？少说又是个20%，这是用对方法的一个产物嘛？对，用对方法的一个产物嘛。那无非四大长多这个礼拜过去当中，春重点特别亮丽。但是我说四大长多是未来5至10年，我都讲了2年了，个股每个族群也陆续的验证，它就是一个轮涨轮动。今天春重点强，搞不好明天涨 AI 车用，哦，它就是一个轮涨轮动。那什么样的标的可以让你坐享大波段的获利？哦，四大长多没错，但是个股一再强调，用对方法，黄金进场点，你真的不用去追高，你可以跟我买的低低的，甚至掌握多头形态的每一个转折，坐在加上被人家抬，这个才是你想要，也是创造大获利的最佳胜利方程式。哦，那到这个时间点，哦，我们验证这么多，我说个股上半场讲了，不论是高利今年的一个翻倍，对不对？花你没多久时间，3个月的时间，对不对？也包含迅景今天在创高123，一发4天将近40%，星星170以下，耀华第一趟我说会买会卖真功夫，26.9、27、11.55那一波11.2出场，到现在剩35-36块啊，该赚的我们先赚起来，也超过50%了，是不是？也包含了 TVC， 对不对？48今天还持续盘间，更何况千元以下联发科。今天是联发科2454再创历史新高、哦，我说不要看这个5块钱尿一波电嘛，它就是再创高。我们在什么地方掌握的？4月底千元以下，1000元以下一波上来，就是45%。是的，这就是用对方法，没错。哦，所以我说四大长多方向给你的 AI、储能、重电、车用，就是电动车啦，军工这四个方向，未来长多。操作的方式，个股就是掌握黄金进场点。对，这个时序6月份，哦，第二季的最后一个月，哦，季底做账。我说所有人逃开崩 ACO 啊，哦，法人买什么，认养什么，短线上想蹭一下筹码，短线的一个暴利，或者说大波段认养翻倍再翻倍的话，哦，就准备好了。大家务必跟上。是的，所以线上所有好朋友们，现在最关键的时刻，法人做账，接下来会拉哪些股票，会持续认养哪些标的呢？跟上建宏老师，掌握第一手的消息。小老鼠 JJ1788 跟建宏老师一起赚上人生第一桶、第三桶、第五桶金吧！小老鼠 JJ1788 先加 LINE 喽，对话框里面记得留下您的联络方式。今天谢谢建宏老师，谢谢你连，大家晚安。想跟着永诚国际投顾林建宏分析师股票买在黄金进场点，掌握获利引爆点，享受获利满点，现在就进入台股获利任意门，直接扫描 QR Code 加入 Light 粉丝团，以及订阅林建宏分析师 YouTube 个人影音频道，记得订阅按赞打开小铃铛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